前方怪兽不厌食加了这个碱水出新口味了，而且这次还有个组合装花生酱的，看这个馅料，你看谁家的碱水馅料这么足啊，吃一口啊，外面就是那种烤的咸咸香香的那种碱水的味道，还有韧劲，花生你能吃到花生的颗粒，你看花生味一点点微甜，然后咸咸的香香的那种，哇好好吃啊，它这个已经浓郁到就是糊嘴巴的那种了，有一点点糊上牙糖，好香啊，一进嘴就是那种花生的那种香，有点像花生酱，但是比花生酱更稠一点，然后就是他家的抹茶啦，看里面的馅料真的很多哈，而且他这里面加了一个鹰嘴豆泥，吃的是那种沙沙的口感，很软不发硬的那种碱水，一口下去满满的抹茶味儿，入嘴整个茶香，而且三个的组合真的很合适，比单独买一个味道合适多了，抹茶脑袋狂喜，当当当当，养生的黑芝麻，看这个真的都是纯纯的黑芝麻酱啊，糊嘴的那一种，里面还添加了奇亚籽，花生的是300多大卡，抹茶的和这个黑芝麻的都是200多大卡，特别好吃，就是在控制热量的情况下，然后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碱水，一圈一圈的好香，这个馅真的是越嚼越香，我平时真的还蛮喜欢吃黑芝麻的东西，黑芝麻糊，然后还有黑芝麻的甜品，我就觉得特别好吃，你看它是粘牙的，这种牙黑黑，外皮很讲究，但是不干，更多的是有嚼劲，三个味道都是微甜的哈，黑芝麻的更多的就是那种黑芝麻吃在嘴里很香的那种感觉，芝麻咬碎的那种感觉，花生酱的没有吃过的姐妹们也可以试一下，你看花生在嘴里咯吱咯吱的那种，这更多的就是咸香感，